来看一下白龙学的这个最新创作，这有生一只龙哦，龙头哦，哦，双龙摆尾，哦，啊，这就是大概就是要看放在上面哈，哦，或者是下面我会坑雷哦，很像有一个平台，然后你摇的那个那个啥。海菜，你知道？啊，互伊伫遐怎讲？那袂输鱼胶的海菜安尼，啊，甲放个鱼啊，只去食较袂惊。可能是放在那边，伊咧放遮，伊这有这個，伊这也惊，你知道？哦，你啊放伫遐，或者是跨过去啦，对啊，跨过去要搁加一个鱼洞，你知道？啊，伊这有快干吼，这有快干，即马搁无啥打无，拄打内底也有味，这放我惊有化学物质，所以可能要先明天才会放。哎，我这怎么海苔嘛，用海苔啊，纯用料先去炖。这个可能明天的，那味道，还好嘞，还好。搁冲一挂水，加冲一挂。应该是嘛，袂讲盖歹啦。啊，因为这个就是要放进去，让鱼不知道那个这个是人工鱼胶，安尼，看安尼，啊，你啊这么用个两掌安尼等等也当食。好了，谢谢收看了，先大概先这样子。啊，这个白龙雪的最新创作。头先看感觉真歹，看久阁看顺眼顺眼。